命对命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秋英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海。秋英啊，当咱个第一件舞台前啊，有一句大家能熟悉个戏言，叫做“无跳不成戏”，有啥意思呢？咱第一个来第一跳啊，相当出彩。咱到目前为止有准备八点分为十类，比如咱个牛头跳、塔尔跳、含沙跳、瓜跑跳。能跳顶顶顶顶，是是是，确实当咱个蝶脚舞台前数百年来呢，蝶跳也是在累了红布个文化传说吼，用现了诙谐在个蝶跳艺术家，比如咱个小短麦啊、过节舞啊、等待听啊、红鸟啊、鸟村啊、蔡金凤啊、彭景勇等等这些艺术家呢，也是各具特色、各有风采啊。是啊，听咱这个名车名对面也是无跳不成戏，那今日那是准备车出。国家协会每届文化瑞刷，地行麦代表世界评审，咱个第一个大师方定华老师来到咱个名车名对面。好，要大家介绍，让咱接下有请方定华老师。接下有请。观众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冯杰老师来到那个名车名对面。阿冯老师是咱名车名对面的老朋友了哈。小区的嘉宾，阿冯老师在那个名车名对面那是发生了变化，但是到我退来，阿冯老师似乎毫无变化，反而是十块钱后生。比如伊个顶太亮相，老师你只只个规个动作个是属于咱蝶跳来不会低一个类呢？我觉得那要好生啊，用楼梯的，用绳来行落呀，就是。要送给阿彭老师，第三届这个楼梯形象了哈。要来爱听彭老师配介绍跳的形象，这时候我请彭老师介绍，让咱随时到来。这红处的交流，这惊喜的流露，请到明星会客厅。咱是去请来咯，国家协会每节本位就说啊，第一项物个推荐咱冯蝶老师，阿冯老师啊，有好多朋友过去了过的，大家都会在了做戏。是。迄个东西做你去做戏的。做你有几只看啊？做戏啊，是我是我爱啊，我兄个影响。就当我爱呢，伊是二三十年多个。名角条件，名角，也就是他条件做资料做戏的时阵呢，我爱是第一批。哇！到那年在呢，伊是大部分来做资料的。我爱做了十多年戏之后，就生我兄，我兄八岁就再辈来去帮戏，那没有当桥哼，是他买只帮戏就生。所以我家己非常长期，嘿。了，我是1959年因为两年学会无变教。我正来做戏，啊，所以就五九年，因为正爽着，又通个堂长叫做饶叔啊，通我去跟我兄讨钱的时候，伊就当买呐，哎，那来考戏呐，我当时就落考戏，当时就有啊，咱了解许一个叫做东门声这个老辈子，我就强嘞，跟我哥兄，哎，各方拍松声拢心焦，草金顶撞树木破了。天香地动，雪花飘飘伊啊！伊人就当好，阿妈就去伊户口。哦，是。我就讲多啊，我就。四股剧组入落戏班。是啊。去来烧一回。十一回，所以就只咩八入来到今日有九年，我硬吼六十年。哇！做了六十年戏，六十年我无离开过调剧嘅舞台。所以为滴老师之六十年直接到调剧嘅一线工作，各位姐，不简单。非常不简单。也是一个小字吼，但是之六十年来，你当时一开始就去学跳还是哒？就可以讲有其他嘅选择。我入剧团就有阿大庆老师，当大庆是招聘人所生会，伊。来教跳，
养狮就学以后就生姜啊、跳的动作啊。2006年我就来汕头市戏剧少年训练班学到2014年我就毕业，去个就比较正规啊。我去个咩呢？就是伊跳、舞跳、舞声，只做行当为主。所以我随当时老家仔啊，生肖力不灵啊，只做咩我都学过。左拐，啊！可是老师这路进来呢，也是好像不敢多哈。人家做这件事敢多，但是坚持这件事就不敢多啊。是啊，啊！因为老师因老师我这条跳，好冇讲叫他苦控制，只操跳，伊呐格真系特色，我们也苦病啊。其实啊，条跳啊，到60年多就已经归纳十类。只个十类，我做够兴仔，我就格那不止十类。我不止十类。例如。整整跳跳整，只只个行动，只听价兼者就是跳整。啊，遐皇帝，甲只有钱人个花花公子无话白来，叫做花生，也是一个类。青梅跳，这个是一个类。所以话，就我同就话不止十类。啊，就但条件呢，还是非常丰富个。所以你但条跳个特点，整来配是。非常在，比如那那个老跳，老跳登江就着挂超个老，啊，比如倒白，所以就那推戏能推得挂超个，而老个就是老跳。老跳袂大，遐小跳就是点鸡，只算点鸡啊，点小子，点小子啊，直通啊，这类个物件，我都是归落小跳个。舞跳登江就是属于东北三车口，只这类个难物。属舞跳，现在譬如打舞跳，伊个骑卡，伊个吊吊卡个，伊个就怎样骑？嘿，脚迈就怎样骑？脚迈就怎样骑？他两张都打到乘两级也跳，伊个骑卡伊就摸，伊个摸就是，伊个就是个。卡先。对对，伊个叫啥？哦，嗯，了伊都惊，感觉，有人，人难都惊着噻，哈，你非常有特色，老师，我是参加了一个门队，就是那点老大无跳不成戏，但是有人点大老跳四耍来，你了比较跳的动作，有人就觉得大，啊，将来四耍来，有人大，拉大动呢，你这形式是有套路个啵，有特色个啵。花旦病倒灾，小生病轻灾，啊，老生旧物败，澳门街大街，老跳山是来是山，是不是是啊？山是山山山落到各方面个，好物件一捡捡来，是不是乱来？啊，大家如果个那个正面的。哦，是刷西拉，刷西拉，美西刷拉，一种。所以，对于有一种理解，老跳呢，每一个类型都是非常有规律、行当、两步、夸张、变形，有一种就是物件。啊，你舞跳，咱条件的舞跳，却你唔通滚头坡是就叫你咩？叫做鸟头手。牛头跳，鸟。
走走走走走走就丢丢丢，心思来后，各位冇来后，大家开个会，恁开会就做来做他嘛，国安啊。但是戏剧唔是啊，有后面的啊，个老夫都唔知做咩咧，啊，你唱咧，你唱依家就是咧，哦，你听日破起啊，急唔急？走走走，你就破去，对吧？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你成正啊，你无戴帽啊，啊，想派发是真想个。好，哎呀，陈良吉王家聪伊也唔在做哩，但是伊都想改呀，伊想改，是该怎生？想要自家遵守啊，得点破，想改该怎生啊？那个是都想改，那唔在做哩想，那前面都抓破病啊，是阿明同都想偷死，好，伊是真想出来，所以我就讲，伊有多情心妹。啊，听向客光正，不单系跳又不单系舞蹈。是是，姜太老师，今日个人陪老姐在唔等跳伊个表现形式，那点得？我坑就太老姐，来坑就太猛刀。一今日老师就咧更改来，不直接猛刀。然后从那又做晓得，哎，撞你腿去。更加有腿跳。记住打，你到街路躺着，做你惊伊啊？啊，好，哎。咱只平常，咱他们就当生乜毛去搞，就在那地界影，地界袂影。嗯。地界好笑，地界冇笑哦。这戏剧就冇这样生个，戏剧就是搞林大平，看住当路啊五路那个的，哎呀，哪是哦？应该就是生个。夸张哈，应该就生个。哎，这个无杨子亮伊啊，如你要批评他，你只个是吹一个，骂一个，哈。诶，大批批，伊吞着做那个件，伊咧，伊家有坐了有读书啊，伊是徛个，吞了哇咩，你遐死啊，讲讲个强强个来多，诶，伊是这样生个，所以呢，伊就把各界人物个身份啊、背景啊、条件啊，甚至呢，伊个出身，伊都有变表现，至少。老跳啊！我认为呢，伊个表演全部是生活落来啊。嗯。哎，伊拢该有生活。你说我做西北，伊个你要所以，伊就观察了阿婆啊、阿囝个行路，你要来有认到伊个，哈、哦？阿婆都叫阿伯阿叫啦，哈、哦？你话阿囝就惊，哎呦，哎，非常形象。啊，自拎那一笔红，嗯，系呢个李老三大到推就夹条自拎嚟，嗯，夹笔红嚟，啊，伊指出咩咧都有一种形象嚟推提嚟，比如啊，嗯，啊，伊唔系那九头拉，啊，可比他啊邓王小，伊那我那伊那爹啊，你指出只桥啊，我桥拉妹冇得做怎样，我那做咩噶，伊那做怎样桥啊？来等下，等下。猜大家是咩词？天地嘅观众，地当边耶稣大老师这个词是叫做咩词？不，人咩嘅？拍卡题。哦，拍卡题。头拍卡题，头词。我哋会在咩嘅？啊，超英叻吧。所以点词？哎，对。所以叻个猜测的，只系按水点系咩？你话做只落牙齿。是所以也想期待他这个球品节吗？这个就非常形象，比如，所以这个文书拢是到生活来了。马老师，我听了观众陪跳舞，来唱咱们跳两天哈。好嘞，跳完了唱。老师将为咱带来的站外行为的唱段，荡秋宝剑重新来。水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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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话会倾听，家客一话又跳又怪笑，家老家好富，好帅话话中气，爱多话没声声。你是父兄，七哥哎，也是最大家最高，开会啦。新红是国家级会每只文化最山地嘅，很乜嘅代表是传承人。老师，你现在在呀？有只在土地呀？啊，土地唔知哦，好在。一只食个小兔嘅胳膊呀，小兔耳食啊。吴江川啊，食鸡笋啊，啥种嘅梨香啊，糖梨香啊，好嘅好在。啊，像个翁瑞光啊，等等，好在。听了没你到底该屯生或有这些唱戏方面有什么感觉吗？其实呢，就这多几个这个听
从八十年落尾开始咁，我思考啲嘢问题，譬如学戏剧正校门啊，即戏剧家古老嘅艺术家嘅现代演家啊，等等，加下咗只嘅，我是冇了学在，啊，就当食书冇病出来办嘅，啊，就点点多做啲件事，直到目前为止，照我啊，照那个。哎，甚至后空啊，大黑、小黑、东黑都有进去。演讲或者表演，都是有这些讲课的过程，都是尽量呢，让这个古老的艺术让观众啊，更清楚咱去接受。其实我感觉啊，冯老师讲我非常感动啊，就是这种你来以直接嘅关注的第一件，而且不断嘅。推出这些新人，伊会把酒也这些喜欢刺激的朋友也好，因为也好，伊能往同一种去吹，啊，希望伊能能够定时。但是啊，老师不管爱能增加这个指点，还今日有老师个女学生来到那个面前面对面的活动现场，啊，伊能将表演的是这个第一黄词，个制作戏。是啊，这黄词这个制作戏呢，是应该咋？都是九零年，就再就开始运转，到九零年就成功卖出来，就包括桃花过渡这个九五九五歌，九五出喜欢了刷家街，都是啊西北爱过生就再等搞我那第二日根本就卖出来，我忙爱过生啊我就卖出来，啊黄翠家街呢是我去北京找了好多老师，哎卖出来。今天现在就来请出老师的学生林丽雄、李永强为咱带来第一个制作戏《黄词》，揭晓下。顺便调天改哟。
这个好了。哎呀，我说了几条线，没听懂啦。求签，求签不如孟伯求香。嗨，黄梅七字，啥名黄四方？老兄，你若无心事，只爱随手写出七字，便可判断吉凶。嘿嘿嘿嘿嘿，
迄字倒是我一个字唔捌，我半个字袂写，请进，请进。这个无方，随口说出一字也好。随口说出一字也好，不错。先生，你请睇，我来打，我来打。哎，到底在干呢？哦，先生，写的这样喜爱老字，乐台这个字字，卡切的错，切的错，切的错。哦，切的错就好，切的错就好。先生，你请睇。我直接一步了走。老兄，可惜么？哎呦，先生哎，人大家讲乌嘴，再听一回，我真唔小心啦，我白人头袂惊，我咧就切我的错，他卖耍蛋啦！来来来来，来坐来坐来坐呐，来坐呐，坐坐呐。想以偷抢，所以才有如此断话。荒芜之鬼，哪比偷人家何时生有？明星面对面，精彩来听现。电视机在界观众朋友，心机在界听众朋友，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咱本期的明星面对面，到这也就告一段落啦。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，各位，咱也到这非常感谢。
方健老师来到咱个明星面对面活动现场，是，咱个重新嘅中文老师身体健康，能挺身。也希望啊，方健老师有爱来做做，给咱带来更多嘅精彩内容。是啦，也能给朋友伙伴记得，能给。今晚播出时间呢，是到电视台嘅新闻综合频道，每个嘅主要节目、焦点八卦嘅播点，以及别焦点台戏嘅广播，每个主要节目九六红旗站嘅十点。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咱下日起再会，再会。